懒人养车挑战可可心理。大家好，我是吴谷一。大家好，我是叶行。咱们今天刚刚从拉萨出发，你看两个人两辆车，刚出拉萨，这里到处都是雪山。这几天除了拉萨没有下雪，拉萨周围都下雪了哦。现在是走317进到腊曲，转109去可可西里。好像听说109已经下大雪，路被封了，不知道到时候我们过去状况会是什么样哦。咱们准备继续出发，先到腊曲。今天的天气超好，蓝天白云加雪山。行舟一缕着圣洁的珠穆朗玛，虔诚的信仰染红了天边云霞，念珠滚动脑海，不停念呀念呀，远方为我凌空飞舞吉祥哈达，心情水往辉煌，壮丽的布达拉，朝圣的脚步执着奔向藏家，玛尼金轮手上不停转呀转呀，一条神奇铁路铺到我的脚下。现在是在江古拉沙，海拔有4000。虽然现在太阳很大，但是看地板上的这种白气就能知道现在温度有多低哦。现在道路到处都在结冰啊，这个大货车都被陷住了，怕我走不动了。看这个冰有多厚，直接走不动了。这里就是腊曲，最近淄博的烧烤好出名啊，但是这里去淄博太远了。现在呢到了腊曲，今天就准备在腊曲露营了。虽然我们吃不了淄博的烧烤，但是也是可以自己动手做烧烤的。现在过来逛一逛，准备买一些做烧烤的食材和材料。烧烤用的孜然粉，这里是他们当地的市场，这些东西都好具有特色呀。但是我是想买羊肉。找了好久，终于还是把烧烤架给买上了。现在他们两个十字架就100个油，那前面再走就有那个羊肉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下面两个十字架油。哦，好，行，谢谢。再不要，你不要。烧烤架弄好了，咱们现在去买羊肉。他说再往前两个十字路口就有。找了好久，终于找到这一家专门卖羊肉的，咱们进去看。老板，这羊肉怎么卖？这个都是新鲜的。嗯。45一斤。拿来烤的话，是羊排比较好吃吧？烤着吃。嗯。烤着吃的话，羊腿好一点。羊腿是吧？好。那羊腿能不能帮咱切小块一点？羊腿。这样切下来吗？不是，你切下来把肉切下来可以吗？哦，对，就是帮我肉剔一下。嗯，骨头上的肉剔一下吧。啊，对对对。哇、哦，好的，那帮我剔，把肉给剔下来吧。然后后面这个羊骨帮我斩成小块啊、哦，剁成小块。嗯小一点吗？对，帮我剁小一点。现在回到露营地了哦。先把买好的羊肉切成小块腌制在那里，明天就可以准备烧烤。这里就是咱们今晚的露营地了啊、哦！你看，烧烤架和羊肉都已经安排好了，
明天咱们就转到109出发可可西里，到时候去可可西里无人区烧烤去。好了，喜欢我的点点关注吧。